weekend 到假啦，瞓喺度翻紧工，去到边都好，睇准机会 click 一下做 trade set.com forest 外汇交易24小时 non stop， 日本外汇交易量 number one， 零佣金超窄嘅买卖差价，全天候24小时支援，无论去到边 ，money never sleeps。外汇交易就是一个字母咁简单 ，set.com forest。Hello， 嚟到星期三嘅三点式外汇节目时间啦。咁啊，今日大家一定好关心嘅其中一个主题咧，当然就系寻日又被洗版啦，日元咁啊再创咗20年嘅新低。咁啊，不过除咗 yen 之外咧，相信今个月汇市都波动啲。咁啊，因为咧议息一个接一个，咁啊澳洲嘅议息咧，似乎个结果咧就比起市场预期更加进取啊。咁啊，嚟紧啦欧洲嗰边啦，再加埋下个星期嘅美联储啊、英伦银行等等会系点样咧？咁啊，黄金、美元嘅走势咧，一次过将所有嘅问题交俾 Aaron 啦。Aaron 你好。Hey， hello， Martin， hello， Apple。Hello。咦，咁啊，似乎大家都系即系静待紧咧各个央行嘅议息结果啦。咁啊，一阵间你都帮我哋解读一下。但系近期啦，咁我真系个金系咪真系等紧一啲嘅突破点咧？而家个市况咧，其实就美金又唔系特别强，外幣嚟講咧，又歐元個前景咧又改觀咗啲，咁所以咧而家就係一個即係典型嘅一啲上落市或者係啲消息市咧，個價位嚟講亦都係一啲好尷尬嘅價位，因為頭先啱啱我講到就話只金啦，你用只一小時圖睇咧，其實就係日升日跌，或者每一個鐘都係有升有跌，其實係根本冇路足嘅呢啲係，咁所以咧變咗而家呢啲價位咧，我自己咧就寧願咧嗱，依個係一小時圖。你 zoom 翻远少少睇咧，其实都系一个冇乜明显趋势嘅一个走势嚟嘅，即系可能你讲紧而家呢度系大概1830蚊啦。我上个星期其实建议咧就系1825蚊左右去买咧入股市啦。咁上边个价位咧就画嗰个波幅就可能画得近咗少少啦。咁但系你见到大概1870蚊左右就有啲阻力。咁我就记得即系我话我睇留言啊嘛。咁就個留言嗰度咧，就即係有朋友就唔係好同意我嘅講法啦，即係就話你講曬啦，你個 range 講到咁闊，話1880、1870咁上下。咁但係我亦都可以即係同大家講翻咧，其實呢啲價位，如果你係為咗入市而入市嘅話咧，其實係除非你好似阿 Apple 咁，佢中意走短線嘅，佢中意係物色當三番嘅。咁你身手好嘅，咁你可以即係我諗都有好多機會嘅，喺個即係兩邊發嚟發去嘅話，你好似有少少賭大細嘅感覺啦。咁但係如果你睇翻即係個價位角度咧，其實我今個星期咧即係預期個波幅開始會係慢慢即係叫做大翻啲啦。咁變咗，如果你真係要即係入市做嘢嘅話咧。我是看升的，即我覺得隻金呢其實應該是要看升，因為個通脹高。但是如果你真的要沽的話呢，首先有個位置可以睺下的，大概都仍然是1890蚊左右。那個止蝕位呢可能就放在1910蚊左右，大概是20蚊金左右的波幅。當然它的前設就要升穿這個1870這個高位先啦。咁但呢啲位咧，我谂1890呢啲位咧，先至系一个即系相对市场上边觉得系比较重要啲、比较关键啲嘅一个阻力区啦。大概你见到，如果喺呢个图睇咧，其实都试过4至5次咧。其实呢啲位附近咧，系当时系叫做一个支持顶住，跟住最终先跌穿翻。咁所以而家呢啲位先系一个比较阻力少少。咁但系至于即系下边嘅位嘅话咧，其实可能咧就系大概都是仍然1830蚊左右松啲咧，其實我覺得是可以慢慢後位去買嘅，即係只不過我自己假設就話，好似1780蚊呢啲位咧，似乎就唔應該再見翻，即係如果你要睇升嘅話咧，係要假設就係呢個位已經守得住，咁所以即係我先見步行步啦，即係可能下邊嘅話大概1830蚊左右呢個低位附近係買入啦。咁可能跌穿1810蚊左右咧，就做個止蝕，即係都係20蚊左右。
咁所以咧中間嗰啲價位其實比較難去估嘅時候咧，可能就要寧願放棄咗佢先。即係呢個我諗係一個心態上嘅問題啦。即係如果你中意做啲短線嘅，咁你有幾蚊幾蚊賺嘅，咁呢個適隨轉變啦。不過如果你話睇到個方向嘅話咧，比較重要啲嘅價位仍然係1890。支持位我諗1830左右係可以考慮下嘅。咁其實咧睇翻上個星期咧個市都係有啲靜嘅。我哋睇翻嗰個美匯指數咧，其實自從喺101.40左右嘅位置反彈翻去102.8咁嘅位置咧，其實佢嘅 movement 咧已經開始逐步放慢。咁唯獨是咧，當然咧就係我哋要講嘅嗰只 yen 啦，係唯獨是德國 yen 咧係有一個好強烈嘅走勢出現嘅。咁咧我哋睇翻過往yen 過去呢幾個月嘅走勢咧，咁咧其實佢都仲仍然係由呢、這個息差擴闊所主導嘅。咁其實對於市場嚟講咧，就唔難理解嘅，因為點解咧？因為個日本央行啦，琴日阿黑田行長出嚟講啦，就話佢會維持呢、這個政策不變啦。咁既然 yen 咧會維持呢個低息利率嘅，咁變嘅咧就唯一係美國嘅息率啦。咁我哋見到其實過去嗰幾個月咧，美國嘅嗰個十年期嘅國債嘅孳息率咧嘅走勢咧，其實同 yen 嘅走勢係一致嘅。咁當佢之前咧飆升到去3.2左右嗰個孳息率嘅時候，我哋見到個 yen 咧都同時升到去1.31嘅。佢回落到個孳息率回落到去2.7嘅時候咧 ，yen 又同時回落到去1.26左右嘅位置。咁今次咧佢就會同樣係跟住呢一個孳息率去反彈。咁你見到個孳息率咧琴日咧就再次穿翻3嘅。咁你見到個 yen 咧就行得更加急過佢。升穿埋1.33添，咁其實佢快咗嘅。如果你跟翻嘅知識率 ，otherwise 其實我哋睇翻過去嗰幾個月佢哋嘅走勢係基本上係一致性嘅。咁呢個其中一個對我對 yen 嘅睇法啦。咁你去點去預期呢一個美國嘅嗰個息率嘅走勢咧？咁當然啦，而家聯儲局最擔心嘅咧就係佢嗰個通脹問題啦。但其實我哋通脹咧已經係過往嗰一個月已經係不斷有聽到有。見頂嘅睇法嘅，即係佢，但係佢就唔會即時咁樣，即係你個市場咧見到一兩個報告咧，譬如 CPI 啊、PCE 出嚟咁樣啊，都唔會話馬上去 confirm 嗰個通脹真係見頂嘅。我哋見到嗰個 PCE 啦，譬如喺個 PCE 核心咧，之前由5.3回落到5.2，再回落到4.9噶啦，啊，見到 CPI 咧，亦都由個 core 嘅咧，亦都由6.5回落到6.2啦。咁嚟緊咧，即將公布嘅呢個 CPI 咧，預計可能仲會落到去5.9喎。所以本身咧，我係會有啲質疑佢能唔能夠再繼續持續嗰、那個嗰個息率嘅升勢啦。咁你見佢其實十年期債息咧，之前喺3.2呢個位置咧，已經係叫做見過下頂㗎啦。啊，而家咧就進入咗個即係進落咗個回落，然之後反彈。但是呢它能不能够继续持续下去呢，这一点呢我是有点质疑的。那另一个比较有趣的货币呢，就是除了我们讲到 yen 关于那个孳息率扩阔主导它那个 yen 的升势之外呢，另一个比较有趣的货币呢就是只澳纸啦。那澳纸呢它当然都是会有一个息率的那个息差的因素在那里，但是其实是相比 yen 之下是非常之微的。咁我哋睇翻，其實如果有興趣嘅話，可以去睇下嘅。你會留意到咧，嗰個澳紙咧，過去嗰幾個月咧，佢更加係我同佢將佢用同 S&P 500去比較過喎，個走勢都係好一致喎。似乎澳紙咧，佢更加係一個 risk on 同一個 risk off 嘅一個走勢嚟喎。嗰個市場咧，嗰個更加是一個風險情緒的上落走勢啦。咁你見到個股市慢慢轉強翻少少啦，佢又跟住升；股市跌嘅時候，佢就跟住跌嘅。咁呢一隻貨幣咧，我哋都唔難理解，因為如果我係以息率嘅息差嗰方面去了解咧，我哋蘇花聽到咧澳洲咧，琴日咧佢就公布咗加息50个基点啦。咁接落嚟咧，七月份咧佢都係仍然有機會加息多50个基点嘅喎。我哋蘇花聽到咧，去到出年年中咧。有不同的預測出來呢，是會預計它會升到 3.5 厘的。其實呢它是跟美聯儲是叫做不相伯仲，所以它在息差方面的影響不是說十分之大。但是呢如果我們去看回，我們再對比一隻
另外一隻貨幣咧就歐羅啦。咁歐羅咧，我哋都 so far 有聽過一啲對於歐羅接落嚟嘅加息前景嘅一啲睇法嘅。我哋會 so far 聽過咧，就係佢會加息到 1.5 厘。咁你知道啦，美聯儲有機會年尾講緊就可能加到3厘，出年年中可能係 3.5 厘。澳紙都係去到 3.5 厘，而個歐元咧係有機會去到可能係1厘至 1.5 厘。嗯 ，yen 咧就維持零息。咁如果我要去將佢嚟排次序嘅話，當然係美元同澳紙係差唔多噶啦。接落嚟就係歐羅、yen 啊，咁樣佢哋嘅強自弱嘅排序啦。所以大家咧要知道啦，咁啊嚟緊咧 ，Set Cambodian 咧其實都仲有一個咧新用戶嘅四年賞噶，咁啊用我哋嘅推廣碼，咁啊就係喺我哋呢個嘅節目當中都有個連結喺度嘅，抄低佢先，咁啊就係 Set COM04開户，咁啊同埋咧就係喺指定嘅時間之內啦，達成指定嘅任務咧，我哋有總值港幣咧成25万嘅獎賞咧就係送俾大家嘅，咁啊就。最緊要咁啊，即係每完成一個任務咧，咁當你升級嘅時候咧，個獎賞都係會同時升級噶。所以咧就逢星期三啊，睇住我哋嘅三點式外匯咁啊，一邊聽住 Aaron 嘅分析咧，咁啊亦都可以嚟做個參考，做個 trade 啦。嗱，不過講到咧，即係匯市嗰邊啦，既然咁多央行都有舉動啦，咁啊即係意味住咧，其實即係波動又會有機會強翻啲嘅時候咧，睇睇今個禮拜啊，咁啊 Marvin 同埋 Aaron 啦，同埋我咧，究竟有啲咩嘅即係自己嘅心水之選啦？講到明啊，我哋呢個係 demo 嚟嘅，咁啊就係其實咧，即係每次節目前咧，我哋都會即係寫低自己咧，就係今個禮拜嘅一個方向啦，睇下就係可唔可以做到。咁啊有啲咧就未執行到嘅，咁因為咧就係都未到價，咁啊 ，Aaron， 咁我相信今日咧就係你講嗰只貨幣咧，就尋日係最多人講嘅一窩蜂啊，咁啊，亦都係我哋今日嘅主題之一啦，即係 yen 啊，咁我就又再創20年新低喎，哇，咁快，即係係咪真係去到135，定抑或其實135都唔係會止步咧？我諗135就會又會止步噶啦，因為即係始終佢而家跌勢係比較急嘅，咁但係咧。你就做 demo 啫，或者我哋嗰个节目度做 demo 啫，即系我自己系有即系真金白银去操作嘅，即系可以回应翻少少个网友有嘅留言，系咪？即系话我哋鸡仔住，咁但系我想即系重申翻一样嘢咧，鸡唔鸡仔住，其实对我哋自己做 trade 咧，其实对各位睇紧嘅观众都好啦，其实就唔好同人比较，即系你自己做大户嘅，大户有大户嘅自己做法嘅，就个心态上都系一样。即系你落个注码有几大嘅话咧，其实你最紧要系问翻自己，你可以承受到几多少风险。呢个系人人都唔同啊，所以千祈唔好俾人哋觉得呢个市场其实公平嘅地方在于咧，就系你个大户同你散户其实个机会率系一样，即系佢哋个资讯上边。可能會比你優勝少少，就有啲即時嘅 Bloomberg 嘅一啲或者 Reuters 等等嗰啲資訊啦。但係其實而家你睇到一部電話，你有一啲唔同嘅 App 啦，唔同嘅財經網站啦，其實佢啲手機嘅 pop up 出嚟咧，其實個已經好快，基本上加埋嗰個點差個問題，例如 Silicon Forest 嗰啲點差，講緊係1点或者2点，仲要我知佢哋每個禮拜係有一啲推廣係可以再減啲嘅時候咧。咁等同基本上係冇乜點差咁滯咧，大户同散户嗰個差距咧，其實已經係大大收窄咗。所以咧，千祈唔好妄自菲薄，即係就算自己而家係你哋聲稱自己用緊或者我哋自己啦，我認衰滯啦，我雞仔樹啦，咁都好啦，其實都唔緊要嘅，即係你最緊要係喺成個操作嗰個過程入邊咧，你係揾啱嘅機會去做。咁兩個星期前咧，我都有其實推介過隻多得 yen 嘅，咁啊當時好可惜，我哋擺個盤就爭5点咯。我記得我哋喺度講話，喂，我哋仲要即係當時中線話，喂1.25、1.26水平咧，好吸引啊，即係去沽隻 yen。咁結果咧就擺咗冇記錯，我擺咗兩個盤啦，一個就1.26.5，1.26.5就係去買，一個就1.25水平去買，因為當時個假設咧就係話嗰個債息啦。由3厘落翻2.7厘左右啦，咁睇技術上啲債息應該係有啲支持嘅，同埋個方向上邊開始部署緊話炒翻美國加息啊等等啦，咁啊好唔好彩就喺個 demo 上邊，我哋嗰個推介上邊爭5点入唔到，但係短短兩個星期咧，又估唔到佢行得咁快，因為
我自己当时都是看在当1216至到131左右，其实这个 range 上面上落，就算第一步都是看128左右，但结果呢就去到现在已经是再创新高133，刚刚最即这一刻都仍然是最高的时候是133.4，即已经是还是一个高位来的。我想现在要追的话呢，其实要看你够不够胆，即如果你方向上面呢仍然是以追买为主的，即是个方向都很清楚呢是要升的。但是呢但如果你说要摆指示的话呢，我想可以抠下其中一个位呢，就是留意返之前的一个高位，大概就是131.3呢啲位。呢啲位咧，其實就唔應該再跌穿嘅啦。即係如果你可以見到，可能喺一段時間內咧，佢再重新跌穿翻131.3呢個水平咧，咁基本上就話俾你知，成個多啦 yen 嗰個跌勢咧，應該就係結束咗啦。咁如果再短線少少嘅，咁你咪可以留意下每次調整嘅低位咧，即係調整大概邊度市場係有興趣買翻嘅咧。其实就大概132.5左右，如果即时少少的话。所以呢我觉得而家要等佢落返嚟嘅话呢，你一系就 hold 住132.5，一系就留意一下131.5呢两个位。呢两个位呢就都系要关注嘅。咁但系上面嘅话，即系当然升緊嘅时候就盡量唔好估个顶喺边度啦。咁但系如果你真系都要估个顶嘅话呢，其实你看看那个周线图或者月线图都好，其实最上一次那个最近一个顶或者比较清楚那些的，其实就是大概135的水平。那中间呢我会观察到一点的，就是我自己觉得今次呢其实有一点就过了龙的，就是我又未必觉得那么快去到135，但是暂时先期不要估个顶住啦。但是要估一下那个阻力位望下的话呢，就大概135的水平，中间其实有两个位我反而关注一点的，就是133.8左右。这些是什么位置来的呢？其实就是这一堆讲的是2002年的时候，当时做135这个时候 那几个星期的一些收市价来的。所以现在去到133.40你先再冲上去的话呢，要自己衡量下个风险和承受那个风险回报那个直播率的问题。咁如果你觉得喂，我仲想追个细嘅试一试嘅，咁咪试住水温继续买咯。咁但系如果你话喂，我真系想偷下鸡，开始搏去估个顶嘅，咁我自己今次推介咧，我就摆大概133.8呢啲位咧，其实开始可以系估下去嘅。或者是133.5咧，其實都可以試下估下去。即係我今日擺，因為想搏一搏啦。咁但係如果真係你有時間望住個市況嘅話咧，其實可以有個技巧嘅，例如話望住呢個一小時圖啦。咁直至到佢而家仲係陽燭啊嘛，啱啱先係創緊新高嘛。咁你就唔需要急住去估佢住啦，直至到佢出一支陰燭出嚟啦。咁即係。你搏下有冇啲投資者係喂見到咁高啦，開始 take profit 去食股嘅時候咧，你先至去沽下去。咁所以咧，即係我諗暫時你留意一下就係大概133.80呢啲位會唔會有啲陰燭出嚟？有嘅話咧，就不妨可以咧就試下即係偷下雞咯。咁但下邊嗰個位咧就比較關鍵啲，就留意一下132.5、131.5啦。因為我兩個禮拜前講126、125嗰啲位明顯已經走了，但我也估不到它兩個星期內可以升了700點那麼多，那個升幅那麼誇張，之後在匯市來說其實不算太尋常，就是比較罕有一些，有一點 overshoot 了之下，不排除它是做一個最後一升的動作，這些純粹是假設，所以可以關注133.8這個水平。咁啊，即系大家都可以睇下啦。咁啊，因为咧，估唔到咁快咧，又系一个20年嘅低位嚟嘅。咁啊 ，Martin 咁啊，今个礼拜你做欧元，哇！上个礼拜我觉得欧元真系好难去捉摸啊。咁啊，今个礼拜你用啲咩策略咧？我都系觉得好难捉摸嘅，所以咧，我都系依旧试下偷鸡咁样嘅啫，都系纯粹睇下可唔可以攞到几十点咁。咁睇翻过往嗰个欧元嘅走势咧，咁佢每日嗰支
陰陽足的高低咧都有四五十點，我就試下睇可唔可以攞到一支四五十點出嚟。咁就睇翻嗰只歐羅啦，咁佢其實咧留意翻佢上邊咧仲有一個下降趨勢嘅頂部嘅突破唔到嘅，咁咧但係下邊咧仍然都有支有個二十天線喺度支持住喎。咁我覺得咁佢而家係開始個震盪開始窄收窄緊嘅啦。咁咧我就試下可唔可以喺呢個時候咧再沽佢少少咁。咁我就睇10695咁嘅位置再沽一沽佢，目標就1065啦。咁咧個指示咧就都唔係好遠嘅，都係1073到嘅啫。但係如果佢突破呢個1073咧，因為佢嗰個就正正咧係佢嗰個下降趨勢嘅頂部嚟嘅。咁如果突破嘅話咧，其實我會反手去追揸佢嘅。咁咧我就目標咧就係1079，個指示咧就係都係大概107咁樣嘅位置啦。咁其實咁嘅操作咧，我都係少少咁做嘅，因為都有少少嘅風險嘅，去咁樣反手追，但我都係試下搏下啦。咁啊，今個禮拜咧我就搏只榜啦，咁啊即係搏佢嗰個嘅大趨勢，咁都係咧就係弱嘅，咁啊因為即係個經濟咧，佢哋都好先咁講話有機會係萎縮嘅，咁其實就好似前景都唔係幾明朗啊。加息方面會唔會話唔咁進取咧 ？Aaron 咁你成日都講啦，即係匯率係相對噶嘛，歐元弱啲定英鎊弱啲咧？究竟？我諗只歐元咧應該而家個走勢會比英鎊少少嘅，因為始終大家有一段時間有個空間咧，係可以覺得去炒下加息，因為除咗撇除咗聽日啦，聽日我估啦，歐洲央行就都唔夠膽咧，就咁快去加息住嘅，因為一講加息咧，其實係一個意外嚟嘅，即係對市場嚟講係有個驚喜嘅，咁啲歐元個匯價就會夾上去啦，但係夾得太高嘅話咧，其實對歐洲個經濟咧，都唔係咁好，因為短期個底，我諗大家都見到而家即係當時冇人知啦，1.035，大家都話要睇到一算啊咁樣。咁但係而家你見到喺1.035之前都有講過，係一個2017年嘅一個低位嘅時候咧，其實就都係會有機會彈啦。即係你見到2017年嘅即係周線圖去睇啦。咁但係就算彈上去咧，我覺得佢亦都彈得唔多嘅，即係講緊係如果去到1.09咧，我諗都差唔多係要即係行人止步，即係最樂觀嘅預計啦。咁所以而家你話即使啲嘅話咧，你歐元佢係有少少反覆，就可能喺1.05啊、1.08啊之間咧，可能就要增持下先。咁而家加上佢已經彈咗兩個星期啦，即係第三個星期，咁唔排除咧佢就開始咧就會掉頭回落啦。但係就佢哋都唔會跌得太多。咁至於只榜嘅話咧，其實就之前你見咧，其實就因為炒嗰啲咩嗰個叫咩投訴門啊嘛，即係其實嗰單新聞咧，即係最終而家冇事啦，即係叫做冇俾人踢咗落台啦。咁但係單新聞首先就都過咗氣啦，係咪講緊疫情前嘅時間新聞？咁難得而家結果就鬆一口氣啦，啲英鎊就有少少叫做炒翻轉頭啊！即係講緊係之前因為踩多一腳，令到啲英鎊跌到落1.21水平，咁而家冇最後冇事，咁就可能鬆一口氣就將佢夾翻少少上去。但係始終個關鍵就係大家仍然係覺得係個通脹好高，但係個經濟又唔係特別好嘅時候咧，所以變咗我諗對個英鎊嚟講咧，呢啲價位我覺得仍然係尷尬嘅。即係我自己點解今個星期未必揀啲英鎊咧？因為佢個支持位咧，其實大家清楚啦，見到係1.21半呢啲位啦，即係呢個近排個低位啦，今年個低位啦。咁但係個阻力位咧，其實仍然係跌穿今年嘅前低位，大概就係1.29嘅70左右。咁所以而家喺1.26啊、1.25呢啲位咧，其實就啱啱喺中間，其實有少少尷尬啦，即變咗你搏唔搏埋上去，係咪有機會彈上啲咧？咁我之前有提過話，喂講緊幾星期前啦，啱啱跌咗落去，我冇記錯，當時我俾呢個 advice 嘅時候咧，當時大概1.23、1.24左右嘅，咁我就話如果有機會彈翻上1.27，都係要沽嘅。或者1.29都是要沽的，但如果去到1.20、1.22的時候，
當時我建議是不應該再沽，是調翻轉係試翻買嘅。所以當時嗰幾個操作咧，我自己就話我 1.22、1.23 嘅時候開始係試鬧嘅英鎊嘅。咁所以即係而家畫嗰個 range 喺度嘅話，雖然個 range 係差唔多成900點係有啲闊嘅，咁但係即係如果你話真係中間位係咪要做嘢咧？我自己就呢啲位就坦白講，我唔係太大信心。反而即係挨住 1.27至1.29 之間，我覺得信心大啲，或者1.23留下啦，我覺得就信心大啲。好咁啊，即係咧，我記得上個禮拜朋友仔就話：，哎，我啲盤好似係一對一啊，係嘛？就係我記得咗個留言，大概啦，就係話好似冇乜直播率啦，都係嘅。呢方面咧就要改善下，因為咧就係我通常咧都唔知點解揀親邊一隻咧，都係啱啱佢係中間位。咁我就覺得誒上同落都有機會啊嘛。再用心去轉研下先。不過 Marvin 啊，咁如果講到咧，即係我哋今日都講咗美元啦，跟住就有就係日元啦、歐元啦同埋英鎊咁啊，即係。其實幾隻貨幣咧都多消息啊嘛，嚟緊咁我真係想做多啲嘅交易嘅話，咁啊即係開户或者係一啲獎賞優惠係啲咩咧？咁啊當然冇錯過我哋而家做緊嘅呢個開户優惠啦。咁啊開户成功咧，我哋首先係即送呢個200蚊嘅 HKTV 摩禮券嘅。咁開户成功後咧，30日內咧做滿一個指定嘅手數咧，仲可以活最高達10000蚊嘅禮券嘅。咁其實佢有分幾個 tier 嘅，咁首先第一個 tier 咧，開滿18手咧就已經有1000蚊噶啦，開滿28手咧就已經有1800蚊喎，所以其實咧個條件都係簡單嘅，容易達到嘅，同埋加上我哋個點差咧，同埋個嘢利息方面都唔錯啦。咁其實除咗我哋嗰個優惠唔錯之外，咁你真係認真想做外匯交易嘅話，其實都不妨考慮下我哋嘅平台嘅。咁啊，即係大家都可以繼續留意住啦。咁啊，唔該曬 Aaron， 亦都唔該曬 Marvin。咁啊，可以咧就係同我哋分析咗咧，就係嚟緊啦。咁啊，即係各國央行嘅一個議息之後咧，我哋應該點樣去就係部署啦。下個星期咁啊，重要噶啦。咁啊，星期三咧，3:00，記住黐實咧就係 Set.com Forest 嘅 YouTube channel。到時咁啊，再同大家咧 update 下啫。啱啱議息完嘅幾間央行啦，同埋即將議息嘅就係美聯儲啊，有啲乜嘢最新嘅動作啊？多謝咁多位嘅觀眾明白到今日咧信號即係有少少影響啦，咁啊都多謝大家咁體諒我哋啊！下個星期咁啊，希望即係天氣又好啲啦，個市又好啲，咁啊大家嘅交易咧都可以順利啲啦。多謝曬咁多位，下星期見啦，拜拜。Yen 到假啦，瞓喺度，翻緊工，去到邊都好。看准机会 ，click 一下做 trade，set.com forest 外汇交易24小时 non-stop， 日本外汇交易量 No.1， 零佣金，超窄嘅买卖差价，全天候24小时支援，无论去到边 ，money never sleeps， 外汇交易就是一个字母咁简单 ，set.com forest。